老犀利的，对对对，没有良知怎么逻辑？是他们的工具而已。他骂我们只是为了留言骂我。我后来反问了一句，我说为什么要一直骂我？我这一辈子做过什么不对的事？人呢要学着放下。所以送给你一句话：当下即是，当下即是。你现在就释放，你现在就对了。有没有道理？有，所以赶快把头发染回来。被误解也是演艺事业的一部分。哪怕误解呢？酸民最怕我，因为我比酸民还酸。有一次被酸民打败是，自上来500个，然后都是胡说八道。我说我又没做什么事，他拼命骂骂骂骂，这不叫误解吗？通通是曲解。我问你哦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想要大和解，你会想跟陈毅还是馆长和解？好犀利，对对对，没有良知怎么和解？对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有两个和尚过了河，遇到一个少女，那大师兄就背了个，我背你好了，就背过去了。那小师兄师弟在后面看，天哪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师父的教诲你没听进？然后两个人说放下来，走到山上。快到山上的时候，小师弟生气，师兄，你看为什么会把那个少妇背在身上？我们出家人要六根清净。对，男女少少不清。我早就把它放下来，你还背在心上。我跟他本来就没有任何的过节。太有智慧了。但我是他们的工具而已。他们骂我们只是为了留，因为他们的营生的模式就这样。懂。对。然后骂我，我后来反问了一句，我说为什么要一直骂我呢？骂我说，那我这一辈子做过什么不对的事？除了有个儿子曾经干过大案，其他大女儿也不错啊。我做过什么？对不对？所以人呢要学着放下。我是基督徒，所以送给你一句话：当下即是，当下即是。第一个是释放，是当下即释放，当下即是不是的事。你现在就释放，你现在就对了。有没有道理？有，所以赶快把头发染回来。不良少年，头发不要染得太怪。好，你染。好，明天就去染染回来。好，当下即是啊，当下即是。好，谢谢建哥，非常智慧的一段话。那你？要继续待这个房间，我还在。对，因为我要换下一个人要问。是，这个叫36号房，37号房，对，37号房。好，谢谢亚伦，好的，非常专业的提问，谢谢您，接着热情掌声欢迎王老师。要不要门？要不要打开？打开，打开。他平常是关起来的吗？对不对？是。地板有点凹陷。亚伦。亚伦，门开着就好。男女不能同在同一个。大王旗赐死，让小的饱得全身呐、啊。关门啦。哎，这里很有私密感哎。对，真的有一种。我就是坐这里，就是会想要掏心话，你知道吗？把心里面的话都告诉你。对。那宪哥，演艺圈。是为谁？是为谁？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你看，如果我讲真心话，那你看小燕姐啊，啊飞哥啊，啊瓜哥啊，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我的老师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见贤可以思齐嘛，见不贤的话，我们就要去思过了，对不对？有一天这个高凌风高大哥上了节目。申请大哥啊，上个节目的时候就跟唐安讲，你有没有看到高大哥真正是我的老师，对不对？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导师。然后高大哥，钟宪，你不要那么客套嘛，怎么说我是你老师？当然，大哥做过的事情，我们不要再做，这就对了。那高大哥笑得非常的开心，对，然后我是跟他开玩笑嘛。但是有时候人在生活在这个戏虐当中，反而可以得到真正的一个真理。嗯，就误会哪一部分？
一点点都不怕，因为被误解也是演艺事业的一部分。以前所有的人都说：“哎呦，天哪，哎，这个感觉是一代的秦海浪子，有没有？”我从没听过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在哭吗？哎呦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就知道我，对，你知道我是很有能量的，我把那能量加在你身上，人家都误解，你干嘛怕误解呢？酸民最怕我，对，因为我比酸民还酸。我有一次被酸民打败是怎么样的啊？一次上来500个，然后都是胡说八道。我说我又没做什么事，他拼命骂骂骂骂，这不叫误解吗？通通是曲解，不是误解。但是我一点不生气，一个一个打，因为打字全世界最快。我打字一分钟可以660个字，速度超快的，所以啪500个，结果突然间有一个讲了一句话，我知道我输了。对，那个酸民跟我说，哼，不理你了。你愿意不服来战？对付酸民只有一个办法，对战。因为真理是越辩越理，后来才知道，我们被脱光了的时候，他们依旧躲在键盘之后。所以我觉得不用害怕被误解，你也是常被误解，很多人骂你，对，然后我看到我都觉得，哎，有一些讲的是有道理。我要出去了。对，然后是快出来。最害怕的一件事，然后因为超时的关系，尽量见大，言简意赅。其实我很害怕搬家，我这一辈子都没有搬过家，你有没有觉得？你不搬啊，都是我们在搬。你看爸爸的新家装潢好8个月了吧？对，爸装潢好8个月，然后只要阿公阿妈进去里面给你们鞠躬拜拜。啊，不是拜年，拜年了，鞠躬拜年领红包这样。对对对，我去过这两次，因为我住的地方，我要搬家的时候，一打开抽屉，那个抽屉就可以让我想一个礼拜，所以我觉得我最害怕就是搬家离开，离开这个地方，离开那个地方，像爸爸随时就有可能就离开演艺圈了，我也跟你讲那么多次。那如果其他的你，你有喜欢的花吗？其他的离开、啊。搬家。我们那么开明是可以聊的。哎、真的哈、啊。对，大家也想知道。好，已经是一集节目内容，我们够了哈，谢谢哦。谢谢信哥，谢谢山如。